看到了吗？刚刚我把袖子给扔了，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有一点影响我。刚才走了没有两步啊，这把我争取从这个头走到这个头。刚刚录屏没有录上的朋友们，你们现在还有一次机会，好吧？对，爆装备很容易爆。咱们是一个卖艺直播间，所以在本直播间送礼物打赏的是最值得的朋友们。好的，小柜子又开始给大家献丑表演节目去了，走啦。不行，我把它处理一下。你们等我，你们等我。刚刚好，这两个片儿垂下来，在我的手两侧，我都怕抓上它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要把它处理一下，不能让它影响我。拿个皮筋儿给系一下，看会不会好一点。好了，我去了，我再试试啊。桃子这腿一脚能踢死几个肥肥，还好啦，还好啦。谢谢猫酱。刘海，头发又乱了。谢谢狡猾的凳子送出了粉丝团灯牌。